看看我的行李吗？这个是一个背包，然后旁边是西西准备的爱心小零食，还有一个小包包，没了。这边是弟弟跟卡西，还有大哥，还有磊哥。这就是登机口了。现在是墨尔本时间早上的5:31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登机口准备候机了，然后准备去阿德莱德。要登机了。逆着光，快到。日出了。我们在取车啦。然后就可以自驾去大石岛。我们的 dream car 没了，我们要开这辆 blue one。我们现在在去往大石岛的轮渡的路上。等会儿我们也要上这个甲板。大货车也太长了，哇，这种倒车上船也太酷了。这上面你们怎么回去啊？走回去吗？大哥加油，大哥开走了，大哥加油。哎呦，大哥车技好棒啊，成功的进去了。上船啦！看我的票，呜、开船了！大哥都要被吹傻了！啊，真的要被这个海风吹傻了！呜、哦！那个超浪，当小船开始摇晃。哎呦！看起来。我们马上就要靠岸啦，到袋鼠岛啦。终于进村了，我们到民宿啦，它还有一个名字，前面是海，风景好棒啊。那刚才的老爷爷不就是他就是欢迎我们。呜呼，参观一下我们即将住2晚的民宿。大哥的守夜床、哦、你快去拍拍大哥的守夜床。这好多人啊，啊不是好多床啊，守夜床是什么？你看这居然是一张床，我都没发现。 啊门口啊，车上都有你吃的面包屑。看见没有，我就说要吃鸡蛋干。车上还有秋千。袋鼠岛上的第一餐，准备吃这一家炸鱼薯条。哇，好多薯条。打卡袋鼠岛的第一个景点，一个蜂蜜工厂。这个就是那个蜂蜜味的冰淇淋。因为冰淇淋工厂马上就要关门了，我们就来车上试吃。快，卡西试吃一下蜜蜂冰淇淋，蜂蜜工厂特制的蜂蜜味的冰淇淋。那我们一起来尝一尝、哦，这里面有一些小颗粒，我都不知道是啥。蜂巢吗？第二站，袋鼠岛新发掘的景点盐湖。这个是老公的盐湖，天哪，太帅了。哇，小站在哪？这一喵背应该是没洗。Thank you.
瞬间可以走 off road 的这种。刚才那个地方就不应该掉头然后拐进来。哎，我们又回来了，真是在。快，我和你荡秋千。需不需要有人给你推一下？我可以。有点费力。有人来。我们当雷尼是小朋友不行，你看人家小朋友也是这个姿势。哎呦！我听不到你们。你拉住我吧。够不够高？是不是比自己大爽？